我眼睛如果没问题，这就是压缩机炎吗？哥哥，这种资源可不常见呢。9个，我决定拿压缩机炎给自己家做个门框。虽然咱们家现在还没有门，但是我觉得门框很重要。一个门框能看出这家的实力。咱们要奢侈一点啊！哎，这样的话，等我们以后有门了，往这一放，我的天，那实力自然不用多说。来来来，再用11个压缩机炎作为我们的备用材料。这什么？甘蔗 TNT？兄弟们，我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，我已经开始后悔了。之前我都没有搞那个按钮，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再搞一点按钮的。我太后悔了。还有这么多木棍啊，木棍咱们也存一下，存个一组就行了。谁呀？又来我家门口炸？怎么就这么多泰坦生物？咱就想问一下，还有能不能来个红石火把之类的啊？这都什么呀？这都是毁灭碎石、小黄花。哎呦我去！这让我逮着了，虚无搞一个。哎呦，你看看门来了，我在随机合成世界里边做出了机岩版夜风大豪宅，兄弟们，就问你们有没有实力？我太有实力了，咱家一下圆满了，兄弟们，木门都给我整出来了，太有实力了啊！压力板，请欣赏夜风的视觉盛宴，谢谢，兄弟们，即将你们将欣赏我的视觉盛宴了。没想到在这之前，还让我开到了无尽的一个内容啊，中子块儿，都知道这是干啥的吧？做无尽装备的。我去，必备产品，这是什么啊？知道我需要一个机岩胸甲，感谢我二楼，这一定是二楼十年单身给我换来的，谢谢二楼，加了2000滴生命值，250，那我就是2000个250，兄弟们，哎呀，我太二了，不过回血速度还有待提升哦。这三个多余的木板，咱给它就这么给它整一下子吧，不然有点多余啊，太多余了也不行。手机版夜风同款组件认准 MCS 夜风工作室，你想玩的这里全都有。完事儿，这个等于小面包啊，身上材料基本看完了，那就剩小木棍了呗。来木棍瞅瞅，哎，我去了，怎么的？啊，怎么的？这是兄弟们，我感觉这是要无尽机岩两开花呀。这两边的道具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是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不同的木板可以吧？哎，可以，好，好，好。未来做这个无尽，至少2组。现在我就搞了2组，够了啊！存起来，存起来。中子锭咱也是有的，哎，中子锭咱也是有的。别说咱没有，这一集含金量也太高了。我想说呀，这内容也太多了，哥们儿，我去，哥们儿，16个，不是66，不是基岩。行了，都给你了。你们知道我想干什么了吧？啊！我没想到，我万万没想到，我叶枫还能住上鸡岩房。哎呀，我兄弟们，咱也算是站起来了啊！我这大豪宅也算是有墙了呀，一直被广大玩家、各位同学们啊，戏称为"皇帝的新房"。咱就是说，我这房子就是稍微就是走的简约风，知道吧？他们看不出来而已啊。这家伙有的地下还给安了2层，浪费了我几颗基岩啊！不过问题不大，咱们这边好几组呢，就围这么高肯定不行，至少得4层，要不然这块会有怪物爬上来，包括蜘蛛什么的。我应该还够吧？我看看啊，咱身上还有多少？还有一组啊，一组够了，就围个围墙，不封顶，兄弟们。好，天黑了，给我亮！哎，天不能黑。夜风的世界是没有黑天的，哎呦，我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可千万别忘了关注我呀，咱们下期更精彩呀！机岩居然还能合成，太离谱了，身上的道具也是太厉害了哦。侧重压力板，看来甘蔗、鲜花以及南瓜要自由了呀！